暑假期间，不少家长拢会为家己的小朋友来安排活动，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来开办新移民的课程，邀请到新移民的朋友带着囡仔做回来上课，对着书法老师学习书法个画图，将家己的名用鼓励的方式写出来，佮家己同样就习，好大家是画甲真有成就感，佮会当增加亲子的互动。书法老师介绍中国汉字的发展，对简单的动物十二生肖来讲起，无像楷书需要注重笔画的顺序。古篆体就亲像囡仔咧画图，简单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，以形会意，佮有艺术感，充满想象的空间。我的作品是，就是猫咪在喂饲料。小朋友提起毛笔画出家己的名，搁把生活中欢喜的代志记录落来，最后用彩色笔来画，创作出古锥的作品。松山区公所新移民的课程丰富多元，利用暑假的期间，邀请新移民带着囡仔做伙来体验书法的创作，增加亲子的互动。那老师呢？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了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有特别一些设计，然后旁边有一个示范，是我们的承办人的样板。我相信这样的课程。连书法会当让小朋友静心学习，体会艺术创作的成就感。松山区公所积极开办创新的课程，就是要让新移民朋友有无同的学习体验，丰富因的家庭生活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